接下来一菲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一菲，很开心你们能够来这个看我们的这个作品，然后这是玫瑰花。我们也很开心。黄玫瑰。是，刚才我们就停止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哈，当然这个大家都非常期待，所以我们也一起期待一菲接下来这个精彩的演出。欢迎一菲。接下来大雷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佟大雷，我带来的是相声肥，就是给大家带来温暖。欢迎欢迎大白老师，这个是向日葵，来给大家送温暖的。接下来苏苏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万茜，我手上的是仙人掌。仙人掌也会开花，就表面上看起来刺刺的，但内心是极其柔软的，也是希望咱们这部戏能够被大家所喜欢，谢谢。哎，欢迎欢迎万茜，欢迎苏苏。是这个虽然外刚内柔的这个仙人掌，接下来要请观音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彭观音，我手中的是有玫瑰，还有这个果冻，其实就是将谐音梗玩到底，就是装果冻，装果冻，装果冻。哎，这个有点意思，谁想要？微风悄悄吹动发梢，吹动裙角，吹动短的卷毛。啊，有我的吗？我怎么一眼就看中他了呢？有点沉呢，这个。对。平时都有在练哈，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选择了哑铃，大伟哥。因哑铃结的缘。嗯。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哦，你们的定情信物这么沉呢、啊？这么有分量呢、啊？好，生日礼物也是。对，生日礼物也是你送的我。你别熬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你们俩的选择哈。那个万千，你还有其他要选的吗？这还有啥？你这感觉像是被摁头选的。还有哪个？大雷哥，你说一下哪个？哪个？这个吗？这个。大雷哥，你这干啥的？你帮他选的笼子，你说一下原因。你为什么要拿笼？不是说你的心被我融化之前，你像在一个牢笼里一样。哦，对。是生安胎，妈的感觉比较少，所以呢，我先当真吧。排在中间，然后我们请这个摄影老师可以来到对舞台中央，对坐第一排。好，我们请各位老师来坐到第一排的正中央。好，我们跟微博追剧团的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拍一张大合影，也希望我们的《玫瑰的故事》上线之后，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支持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费林，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。